我叫饭桶桶啊。对不起。算了，我不管了。就没有干过什么。嗯，对，还是干过什么。没有用啊，没有任何屁用啊。我觉得我别干过。记得了，兄弟。哎，我们都来了。他真的好想下班，他就不知道怎么了。这边没人，你说。你们这边好像没有东西，我放下包了。哦，我这上面转身下来超级高。谁啊？不知道。哎呀，不要管了，自己上楼自己看。我刚来的。你这个看过去，怎么能不能看看？有点尴尬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那个那酒，你看他们的酒，你看他们的酒，那挺好看的呀。主要是我觉得上班也没有特别好看。他们这个月亮不就好？我不知道你是多少微博，我觉得那个晚上笑成疯掉。然后他不说他染最狠的头发，骂最狠的。